Hello， 过年了，就是说今天要做一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说刚刚研究了一下，它是一个兔子红包，就是万一你想给谁谁谁的红包，然后想自己做的，这个就是很适合。然后今天我来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咱们一起来体验，但是要是手工的，所以可能我要边看视频边做，我也不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所以如果是红包的话，那咱们也肯定会选红色的吧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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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第一个是咱们要把这个呢剪成正方形。好，咱们来了一个正方形，然后我们还要剪它，剪成三角形。看的复杂，但是不复杂，大家别放弃，我们就一起来，好不好？花点时间，但是您给的那一位会感受到您的心意。以前我小时候我学过一些做这种，哈哈，来了三角形。然后呢，下一步是我们要叠一半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叠上去，就是这个边儿，这最长的这个边儿，这样嘚儿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翻过来，你就把这个呢一边的三角形翻上去，嘚儿，看出来了吗？这个是耳朵。然后咱们就把这个脚哪边呢、啊、就是这个这边，就是有缝的这边叠上去，就差不多一半了，就是叠上去差不多一半，我觉得把它拆，嘚儿拆，所有的都拆。然后呀，这个不用拆，拆出来，然后咱们再叠上去，再叠一遍。哦，你看，你看这个线吗？看到吗？咱们就，感觉不太平衡。哦，这个线，咱们就这样 ，bird， 然后就叠上去，嘟嘟，这样的。然后下一步是把兔子的耳朵叠成平的，哦，就是这边，就是正正的这边，正正的这边，然后你就把这个角翻进去，又得到一个小的三角形，三角形，两边都做哦。然后呢，下一步是咱们要把这个角叠一半，得一点点。你就得到这种兔子的耳朵，这里有一点点不干净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兔子的耳朵。然后呢，下一步咱们就翻到这边，咱们就把这个脚翻下来，这样噔，差不多一半了，也是一半，可以，我们再把它翻进去，我们就翻进去，这样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就可以画画了，就是反正要有眼睛嘛，是不是？有眼睛，眼睛在这里，眼边都有。还是你的兔子想有只有一个眼睛也行，看你喜欢。然后我想我的兔子笑的，这兔子吗？感觉好奇怪啊。好像熊。我现在兔子的头做好了，我也想加一点点。你看，加一点点颜色就是有层次感了吧？哈哈哈，你看到了吗？所以下一步来了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咱们又要来正方形了。来，所以咱们就来
碟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做给就是对你很重要的人，比如说妈妈呀。好，完美，展开，然后这步是咱们要叠三分之二吧，然后呢就把这个兔头，我感觉我不太对呀、等一下，我觉得兔子头不太对，我感觉咱们要叠这个，那就往这里叠。好啦，这个是对的，这个是正确的的形状。然后呢，咱们就把它放进去，就感觉你量一下这个兔子头多大，这样好。然后呢，咱们就把剩下来的这边叠跟兔子头的大小一样，完美。下一步，我们就得到这种。然后呢，咱们就把它的底下这边叠上来，呵，这样的，哒啦，这样哈，这样哈。然后咱们就把它展开，展开完呢，咱们要把这个边两边剪掉。好，剪完了，这样你就会得到三层，一层，二层，三层，咱们不要这两层，剪掉。对不起。好，下一步呢，咱们剪这个边，剪这个角，这个剪到这，你看这样斜上去，好，可以了，很简单的，嘿嘿，这样，好，哎，可以了。下一步咱们剪这个边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两边好了，咱们展开。我们要把这边贴上去，所以我们需要胶水还是什么，就是能贴就行。这样你就涂，涂好了呢就叠过去，二，完事了。然后咱们就这边也是涂胶，然后就翻上去。好，来，这样了，得到这样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你看到兔子不是有两边这吗？是不是？咱们就把这个塞进去。贴上，把这个贴上，叠八，完事儿。Cool， 完事儿了。虽然不是，挺可爱的。虽然不是，这里还要叠啊，不然会漏。你给的钱那个红包就没了，完蛋。天，所以死了，但是没关系。然后你就会得到，你看红包的，就是兔子的红包。好了，然后你这边可以写一些字什么的。来，咱们就写一点点吧，咱们写大福，给大家个小心心。好了，好，好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然后比如说你想给什么，比如说这个是钱，你就，500元，塞进去。在哪儿？不是。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希望这个大家可以去使用这个方法，然后就给你爱的人，身边的人，好吧，虽然有点点难，但是他们会感受到你的心意的。拜拜，下次见。